腹痛一般在微晚以下，其周围以及上腹部疼痛，同而有行者都为食积、虫积或针下之类，痛有定处，同而无行者。多为肝胃之气不调，游走不定，虚寒者喜温热，得按则疏，湿热者则温热俱按，中部地区多见。我们推荐一个对腹痛有缓解作用的食疗方案：小米、花生、燕麦、红豆、糙米、紫米、莲子、大枣各五克，冰糖适量，放在一起熬粥服用。根据个人食量按比例增减，长期食用对于腹痛有缓解作用。想知道更多养生知识，请关注九轩小侦略。